小柔，小柔，小柔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你被发现了？不是，我跟文斌又亲了。哦，不是，这次不一样，被威廉给看见了。被威廉看见了？那他怎么说的？跑了，跑了？不是，甜甜，你一定要注意，现在全校的男生都认为你是个男生，万一让他们看到你跟文斌亲在一起了，这搞不好让他发现你的秘密了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让我想想。这样，明天你先跟文斌一起去跟威廉解释，搞不好他胡思乱想，到时候编排你可怎么办呀？有道理。文斌，哎，坐。你这个铁公鸡怎么会请我吃饭？请你吃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嘛。那桌上怎么会有三杯饮料？你还约了谁来？一会儿威廉也会来。那个，你一会儿好好跟他解释解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，好好说话。解释？就是昨天晚上。三田。哦，威廉，记得好好解释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说吧，你俩找我啥事儿？先喝一个。不会有毒吧？当然没有，开什么玩笑啊！来，说什么？说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跟他解释清楚。解释什么？就是。你俩嘟嘟嘟嘟有什么呢？文斌有话跟你说。我说。说。文斌想说，昨天晚上。你俩亲吻的事情。威廉啊，就是昨天晚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